大爷，你这花活挺多啊，屁股吹气球，给我砰！你妞，哎呦，不玩了不玩了，这回家怎么给老伴解释啊？去你的，不玩了。那个小姑娘，昨天那个是你吗？啥？啊，昨天那个，昨天那个不是我，我第一天上班。大爷，我可来了啊！走！哎呦，老妹儿，你可瞄准点啊！哎呦，你拿我练手呢？好家伙，老夫活了30多年了，还是头一次见这样跳大绳的，真是艺高人胆大呀！这万一抡身上的话，我估计屎都能给抡出来。不得不说，老外在控制人口这方面确实拿捏的死死的，人在上面飞，牛在下面追，万一追不上，多个小土堆。那个两位大哥，我想提醒你们一句：牛可以15无数次，而你俩。只有一次。今天你挑战500斤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没吃饭啊？大点声，有没有？有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！加油，继续，加油，使劲！我操！